请掀开经本，旧判茶王寄送第五首。众生痴意常蒙惑，佛光照心难闻道，唯作救护令出苦，可谓能观此法门。这是第五尊，可不威旧盘茶王，他的修学的法门是开示一切众生安稳无为道解脱。我们看他的赞颂。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启示，为我们做高度的警觉。六道众生的病根是愚痴，贪嗔痴，痴是根本。三毒里面的痴根源呢，就是根本无明，也是最难断的。我们知道破一品无明就正一分法身，世尊跟我们说烦恼有三大路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。见思尘沙都从无明生的，所以无明是个根啊。我们要断烦恼呢，必须要先从前显的地方断，也就是一定是先断见思，再断尘沙，最后破无明烦恼。佛在经教上跟我们说的很多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就超越六道，才算我们修行有点小成就，小果生闻。生闻缘觉脱离六道轮回，然后再断尘沙烦恼。尘沙烦恼断尽了，破一品无明，这才真正脱离十法界，证得大乘的果报。三大类的烦恼，小乘居舍论里面讲得很透彻，大乘愚切思的论，成为舍论里面讲得最详细最透彻。而真正修学大乘不能不知道，不知道就是迷惑，迷惑了当然就很难断了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可是这个东西是大障碍，我们一定要晓得。但是实际上呢，又有困难，我们的根性愚昧，这是我们要承认，我们没有智慧，这些大经大论我们没有能力受持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我们要想解脱那怎么办？
这不能不赞叹呢、阿弥陀佛大慈大悲。他老人家开的这个法门，许我们待业往生。什么叫待业？连见思烦恼一品都没破，这叫待业。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。在理论上啊，讲不通的。一品烦恼没有断，你怎么能超越六道轮回？所以这才说弥陀不思利愿力加持，那真的是不思利。菩萨都没办法，所以这个法门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。地上菩萨都搞不清楚，都搞不明了，究竟是会什么事情？怎么他可以顺利通关？话虽然是这么说，实际上呢，净宗法门也要具备必须的条件。经论上讲的三字量，信愿行，这三个字都不容易具足。那像我们今天这个信算不算信呢？不算，这个信不及格。真信、切愿、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真信切愿呢是什么个样子？我们从形象上来观察，真信切愿的人，他万缘放下，这个心里头啊，就是一丝不挂，身心世界统统放下了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这一句佛号，这个人叫真信切愿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今天相信这个净土法门，我们还有牵挂，还有忧虑，还有许许多多的执着没有放下。这样能不能往生呢？不能往生。这个信愿行我们是若有若无，靠不住啊。真正往生的人，他那个信愿行是坚定无比呀。我们一般人不能跟他相提并论。虽然有很多老阿公老太婆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听人家说一句阿弥陀佛这么好，他的信心就坚定。二六十中就一句佛号，事出世间法他都不想，你跟他讲他也不要听。真正符合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一向专念，一心求生，这个一心求生就是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所说的无上菩提心。那由此可知，
他是真正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呐。你问他什么叫菩提心，他不懂啊，但是他真发。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自己，一向专念没做到，菩提心也没有。难怪我们的功夫不得力嘛。究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愚痴。这第一句所说的，众生痴意常蒙惑或是迷惑，意是比喻。我们今天讲这个眼睛的白内障，白眼障碍了你的视力了。用这个来比喻，我们这个心里面呢起了意，起了无明，智慧失掉了。把智慧呀变成无明，无明惑。那么这一句，下意的专指六道众生，广义呢，包括九法界的众生，十法界以内的无明没破，一品都没破。大乘经里面称他们叫外凡，三界以外的凡夫。凡圣见性是以见性，明心见性才叫圣人。没有明心见性，通通称凡夫。他们不在六道轮回之内，所以称为外凡。这都包括进了。怎样才能够破无明烦恼？要靠佛光照现，安稳道啊！特别是讲六道众生，六道众生要想求解脱，只有靠佛光照现。难闻道这一句话说的什么？地址净土法门，因为你要明心见性，不要靠佛光照现，我们自己就成就了。只有自己没有能力断惑证真，我们要靠佛。净宗是二力法门，我们只有全心全力投靠佛，佛的本愿微尘加持我们，我们这才能得往生。往生才是安稳道，这是我们六道凡夫得度的唯一一条安稳道。古德所谓的门与大道，
昨天中午，马来西亚悟文法师来看我，他现在搞了一个小道场，叫阿弥陀佛莲社，不错，也修净土。他来告诉我，现在有许许多多人批判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认为采取这个本子不当，来问我。我昨天把李炳老每一注的原本拿给他看，我说你们不相信，我相信。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十年，李老师传法就是把这个法传给我，就是把这个本子传给我，我依教奉行。有没有效果呢？在这个十年当中，你们诸位也许看到，也许听到，依照这个本子修行，念佛往生，稀有瑞相的很多很多啊！这些往生的人不都给我们做了证明吗？那些毁谤批判的人别有用心啊！我们要记住世尊在楞严经上的教诲啊，现前这个时代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，他看到我们走这个安稳道啊，要脱离三界六道了，他想尽方法把你拉回来，希望你在阿鼻地狱多住几年。魔啊，那不是佛啊！我不受影响啊，相信这个经的人很多，依照这个方法修行的人很多。下莲居老居士往生之前的时候，跟他的学生，跟黄念祖大家的时候说过，他的汇集本将来是从外国传到中国，而且会传遍全世界。黄老居士这一帮人听到莫名其妙吧？那这老师怎么会说这个话？到以后果然看到这个本子确确实实从台湾大量的传到中国，从台湾呢传遍到全世界。李炳老每注的这个本子也印了，我看超过100万册，在全世界流通啊。我说我是有师承的，这个老师代代相传，我不能轻易听别人的批判了。我永远会坚持依照这个本子来弘扬。我当年也曾经想到预防有这些情况发生，所以我将5种原义本、3种会教本通通合起来，无量寿经现在9个版本，我把它印成一册，我提的净土5经多本啊，目的呢就是让大家自己去参考。如果你说
汇集是错误的，那这个不能批判夏老祖师。头一个汇集的是王龙书，你应该批判王龙书。啊，魏源、夏莲居都在后啊。但是王龙书居士是站着往生的。如果汇集有过，他怎么能往生？他应该堕落。龙书居士的汇集本，李延池大师做《弥陀经》疏钞的时候，几乎引用《无量寿经》的经文呢，二分之一采取《大弥陀经》，就是王龙书的汇集本。李延池大师采取他的本子，那当然就是肯定他的本子。如果他的本子有错误，李延池大师不应该采取他的本子。所以祖师都肯定汇集没有过失啊。现在人说汇集有过失，你的用意何在？说穿了，还不是嫉妒障碍吗？啊，总是觉得他是居士，居士做的那就不行。那你是法师，你来汇集一本给我们读吗？我们也恭敬赞叹吗？啊，希望你汇集个本子比夏老的本子还要好。啊，流传千古，你得要去做啊。这种恶意毁谤啊，还有无知的附和，都要负因果责任啊。诸位如果细细的去看这个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，就知道谤法果报的可怕。九种本子都好，都是叫人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你喜欢选择哪个本子，你就选择哪个本子，不可以傍其他的本子。啊，这个是修学的态度。如果你毁谤其他的本子，执着一个本子谤其他的本子，这是毁谤三宝。你要背这个因果，不但净宗这九个本子如是，任何一个本子我们没有能不可以毁谤，我们对其他的宗派也不能毁谤。我们修净不可以毁谤禅宗，不可以毁谤教下，不可以毁谤密宗。为什么？禅密教都是释迦牟尼佛传来的，传下来的。你要是自赞毁他，你是谤佛谤法谤僧，你修得再好也不能成就。为什么不能成就？断了许许多多众生发生慧命，你破坏了许许多多众生得度的机缘，这个罪过你都要被定。
我们要明了啊，利害得失太大了啊！他有胆子，我没有这个胆量啊！我今天不但对于佛法大小乘各宗各派，我恭敬赞叹。我自己选择一门就学，甚至我对世界所有宗教，我也恭敬赞叹。我没有回报啊！我为什么要恭敬赞叹？我跟大家说，我的眼睛当中，所有宗教都是诸佛如来示现幻化度不同根性众生。大乘经教里面说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诸佛如来就现什么身。那我们就可以明白了。应以上帝身得度，他就现上帝。应以基督教得度，他就现基督啊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啊。所以我肯定所有宗教里面信奉的众神天使都是佛菩萨的化身。我怎么可以回谤？我只有恭敬，恭敬赞叹供养。我还是学我的一门，我这一生所修这个修学的，只以三部经。无量寿经我以下老这个会集文，弥陀经我以偶业大师要解，普贤菩萨行愿品我以清凉大师的书，宗密大师的抄。我这一生呢，就这三本经。经中啊，我无经一论有六种啊，六种我只学三种。我这个能力，六种我学不了啊。将近50年来，我能有一点点悟入，就是这个坚定的决心，丝毫不为外境动摇，我们才会有成就。轻易听信谣言，注定不能成就。听信谣言的人没有智慧，古德所谓谣言止于智者，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有信心的人，谣言是动不了他的。这一点在现前这个社会里面，我们要明了。如果自己有疑惑，可以把九种本子对照起来看。
我们今天为什么不以原译本？以原译本一定要以五个本子。为什么呢？五个本子里面的经文教义互有不同。这个本子说到的，那个本子没有讲到。所以你必须五个本子通通看。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意思才完整。这个法门是世尊多次宣说，不是一次，不像其他的经典，其他的经典释迦牟尼佛一生只讲一次，没讲过第二次。净宗无量寿经讲过多次。每一次讲的都有出入，所以你必须五个本子都看了，你才能看得完全，因此才有汇集的必要。而汇集决定是后后胜于前前，后来汇集的如果不能超过前面的汇集本，你这个汇集就没价值，就不能流通。所以第一次王龙说句是汇集的，在他那个时代，以他过学佛学的根基，以他在社会上的地位，他是考中进士，进士及第。只收集了四种本子，大宝积经里面无量寿这一会，龙树居士一生没见到，所以他的汇集是以四个本子汇集。确实大宝积经无量寿读了会有一些经文前面四个本子没有，所以他的本子就有欠缺。一直到清朝末叶，咸丰年间魏源居士做第二次的汇集，魏源居士是五种原译本都看到，他做的汇集本确实超过龙树的本子。但是汇集有缺点，取舍欠妥当，这是很遗憾的事情，取舍欠妥当，其中还有少数几个字他用自己的意思改动了经文。古德说汇集跟翻译不相同，翻译自己可以斟酌用什么字，汇集不可以，汇集一定要用人家原来的字，不可以换一个字，这是汇集应当有的态度，那么这是所以魏默生的本子，印光大师都在批评，批评不是说不能汇集，要有汇集的良好态度。给后人做一个好榜样，一个字都不能改。如果你汇集随便改动字，这个例子
太不好了。将来以后随便什么人读经，看这个字不好讲，自己把它改一个。啊，我改一个，你改一个。流传到后来啊，这个经典面目全非。那这还得了吗？所以不可以改动啊，这个经文里面的任何的文字。你看古人就是这个经字错了，不是个手抄啊，抄的难免有错，是不有错误啊。后来的人发现了怎么样呢？不能改，不敢改，在旁边注明这个字可能是哪一个字的错误啊，这个行，在旁边注出来，错都不能把它改回来。这个态度谨严，让这个本子的时候能保持下去，保持它的本来面。古人对于经典流通沉传是负责任，我们现在讲负因果责任，决定不可以有意无意贻害众生，那个造罪业就大。正因为前面两次汇集不尽理想，夏老居士发心做第三次汇集。避免前人的过失，做一个完整的本子。他汇集起草草本呢，3年完工啊，然后有7年的订正，10年才成为一个定本。你就晓得人家在这里下的功夫多么小心，多么谨慎，不是草草率率成就的。而48愿这一品是全经的核心，3个人共同汇集。我们看回光系的序文里就写得很清楚啊，下联就老就是慧明老法师，没关系了，就是3个人用了3个月的时间汇集这个第六品。这3个人都不是普通人啊，我们仔细去观察思维，佛菩萨再来，哪里是凡夫？凡夫怎么会做得出来？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决定不可以轻易毁谤。存门户之见呢，就错。如果原一本能够广利众生，这些大德何必要多事？那不叫画蛇添足。汇集自然有汇集的必要，所以下了这个本子，我们可以很客观的说，是5种原译本的集大成。你读这个本子，5种原译本里面的经文全部都读到。好在这个地方，不必再去念5个本子了。
念这一个本子，五个本子全读到了，这个意思一点都没有漏掉。所以这个本子是个圆满的本子，这是末法时期9000年啊，末法10000年已经过了1000年了，往后9000年，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得度的唯一佛光照现安稳道。我念这句经文，肯定是下莲居老居士这个汇集本。我敢讲啊，我有几十年的体验，确确实实如他老人家预言的，这个本子传遍中国，传遍全世界。许多众生看到这个本子生欢喜心，胜过这个五种任何一种的原译本。我们从这个本子里得知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。本子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。认识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去呢？还是要靠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才能往生。这哪能错得了？所以我们决定不能够听信别人这些似是而非的妄言。我们深深地记住世尊在灭度之前的教诲，他老人家早就知道末法有这些事情出现，所以教给我们四依法了。四依法里面第一个，依法不依人。法是经典，要以经典为凭据，不能够依人。这一句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书上品上生章里面讲得非常详细，教导我们依法不依人。阿罗汉来跟你说法，说的跟经不一样，不可以相信他。菩萨，地上菩萨、等觉菩萨来给你讲经，讲的意思、方法跟经典上的不一样，都不可以相信。那诸佛如来来讲经呢，要跟经上讲的不一样呢，也不能相信。为什么呢？佛佛道同，诸佛所讲的肯定是一样的，如果不一样，那是假佛，不是真佛。真佛肯定是一样，依法不依人。依人就错了，依义不依语，这个汇集问题解决了，意思对了就可以了。也许长说短说没有关系，所以我们用翻译的本子，意思对了，不一定要去找梵文的本子。
啊，把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。啊，慧集的本质意思没错嘛。啊，何况慧集里面字字句句是原译本的文字，并没有把它改动。一义不一语啊，一了义不一不了义。什么叫了义？能帮助我们这一生了生死出三界的，这个就是了义。啊，如果不能帮助我们这一生了生死出三界，再好再殊胜的，对我是不了义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切自己的机是了义，不切自己的机就是不了义啊！啊，了义不了义没有绝对的标准呐、啊，我们要懂得。啊，幕后说得好啊，一智不一事。啊，你要依清净的智慧，不要依你的烦恼习气。你听信别人谣言，一听心就动摇了，你是依你的烦恼习气，你没有智慧。啊，假如你真的是一智不一识，你不会动摇，你不会轻信妄言。所谓谣言止于智者，佛替后世的同学们想得非常周到啊，这是佛的真实智慧。3000年前就知道今天社会的状况，预先教给我们这些原理原则。只要我们懂得尊奉，就决定不会迷失。所以这一记最重要的佛光照心安稳道，唯作救护令除苦啊。这一句话非常现实。啊，我们今天活得很辛苦啊，死的就更苦啊。怎样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呢？你先要认识安稳道，你不认识不行。认识之后啊，你要走这条道，这一条是利苦之道啊。走出娑婆世界的苦海，抵达极乐清凉世界，这是利苦之道，得乐之道啊。你要真走才行啊！怎么个走法呢？依教奉行，我们今天也在走啊，走得不得力了，走得没有效果啊，走走又迷了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没有认清楚。
听人家说，这是一个安稳道。自己永远走不出来。现前生活里面没有办法离苦。苦乐忧喜舍，没有法子脱离。所以诸位细心想想，我们的过失究竟在哪里？能找得出来吗？过失在哪里？要是找不出来，你的过失永远不会消除。换一句话说，永远给你做障碍。这你的难处。那么我们现在想要怎样把自己这些故事找出来，只有一个方法，读经研究。读经一门深入，古人所谓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你才能明了。所以我劝大家初学佛，先把无量寿经念三千遍。有很多人误会了，说是净空法师讲的这个经念三千遍就会开悟，我没说过这个话。我劝大家念三千遍，没有说念三千遍保证你开悟啊。你要真正会念，一心称念，三千步念下来，你的心定了。所以念经是修定，这是我常讲戒定慧三学依次完成。那个戒是什么？你要如法。什么方法读经？一心恭敬，这是读经的方法。如同面对世尊，面对阿弥陀佛亲临教诲，最极真诚恭敬心来读经。不是随随便便的轻慢心读经没有效果。那不是修行。真诚恭敬心读经，你读一个小时，你一个小时修行；读两个小时，你修了两个小时。修什么呢？有戒有定有慧。戒是如法，真诚恭敬是如法，展开经卷，一心称念是修定。读经这个时期没有一个妄想，没有一个杂念，这是修定。经文念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一个字没念错，一句没念颠倒，这修慧。所以读经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，这是功德了。
每一天念，天天不间断，念上三年。我们这个三年完成三千遍，一天要念三遍。三年下来，你的心决定清净，比三年以前要清净。烦恼清，智慧长，这是效果，这是头一步啊！在佛法里面，头一步求什么？求根本智。根本智就是清净心。我用这个方法来修真诚清净平等。用这个方法，这是属于戒。到第二个阶段，我三千遍念完了，我再来求解。这进入第二个阶段，经文里头的意思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可以听经，可以研究啊古人今人的注解，让我了解经中大意。了解之后啊，依教奉行，这才叫受持。换一句话说，经中所讲的道理你不明了，经中的教训你做不到，不叫受持。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你通通都没有。受持是明理，落实教诲，这个才管用。那就真正的得到修学的功德利益。这个功德利益是什么？断恶修善，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恶纷纷断，迷纷纷破，悟纷纷开，乐纷纷得。这是我们学佛的真实受用。所以你要如法，如理如法。我们今天修行为什么功夫不得力？说老实话，不但理跟法不明白，连这一条安稳道还没有认清楚。对这个安稳道啊，半信半疑。你怎么能得受用？所以我们要晓得，我们现前功夫何以不得力，原因就在此地。找到功夫不得力的原因就好办了，改过来就行了吧。我们第一个加强
对于安闻道的认知，如何加强呢？要加强听经，要加强研究注解，使我们对它真正肯定认知了，然后我们再来读诵，用一段时期来修根本质，读经。实际上呢是可以同时进行的。我每天用两三个小时读经，是戒定慧一次完成。也可以用两三个小时来研究注解，来求解。可以同时进行，因为这是一部经，这个不叫杂修，还是属于专修，戒行并进，明了之后啊，要做，决定要落实。佛在经上教给我们总的方向是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，这一句要记住。所以《无量寿经》隋唐古德把它判作世尊49年所说的第一经。就这句话，超过华严，超过法华，古德还说华严法华了，只是无量寿经的引导而已。你看看这个话说的多么重，这个都是一些祖师大德讲的，不是普通人说的，普通人说不出来不是过来人说不出这句话。因此我们起心动念，一切行持都要以普贤菩萨这个摄愿为标准。从哪里做起呢？从善护三业做起。善护三业是自动的，自度而后才能度他。第一个护口业，护身业，护意业，善护三业，三业清净。这个也是我们常讲的，你就是佛菩萨的形象。佛菩萨形象现前，必定是自利利他。不必讲经说法了，你就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让人家接触你生欢喜心，生恭敬心，这是佛菩萨形象。不学佛的人见到佛菩萨也生恭敬心，
我们能不能做到？为什么会令人恭敬呢？不但令人恭敬，令畜生、鬼神都恭敬。他恭敬你什么？恭敬你三业清净。他佩服，因为他做不到。我们很冷静，观察我们的周围，我们接触一些人，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族群，看看他们的回应，对我们有很好的印象，有很好的评价。这是我们善护三业得来的回响啊！我们遵修普贤大师之德得来的一些感应，我们是才开始做，实在讲啊，才做的1%。千分之一，已经就看到效果了。如果能够做到1/10、1/10，那还得了吗？这样念佛求愿往生，哪有不生净土的道理？所以安稳道诸位同学要记住啊，遵修普贤大师之德，善护三业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个就是佛光照现的安稳道啊。在末法时期，出家的同学真正能够把沙弥律仪做到，在家同修能把五戒十善做到，你就是真佛弟子。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连那些妖魔鬼怪见到你也佩服，也都尊敬你，全靠自己。是不是真正在学啊？夏莲居老居士常常叮咛着我们要真干，这两个字说得好啊，不能干假的，干假的早晚会被人拆穿，一文不值。你没有办法离苦得乐，唯有真干才行。我们便利同学们真干其见，所以加《无量寿经》那么长的经文，揭露出62句，希望呢先把这个60几句落实，我们想到中年以上的同学很多，
能够读三千遍的人并不很多，三千遍念下来能够背诵的人固然是有，不能背诵的人也不少啊。经文要记不住，你怎么落实？你要落实，一定先要记住啊！啊，我们起心动念呢，马上就回光返照一下，哎，跟佛讲的相应不相应？啊，我这个念头可不可以生？我这个话可不可以说？我这个事可不可以做？啊，立刻拿佛的教诲呀，做个标准对照一下。这个对照叫觉悟啊，你不迷了。但是这些经文记不住啊，你就没法子对了。所以为了便利起见，特别讲这么大一部经啊，我们记录了62句。全经不能熟读，不能熟背，这62句一定要能够记住，要能够背下来。你才谈得上修行。修行是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。我们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的日常生活哪些地方想错了、看错了、说错了、做错了，这是个标准。与这个标准相违背的错了，把错误修正过来，符合佛的教诲，这就修正了，这叫修行的。所以诸位要记住，修行不是每天念多少声佛号，念多少遍经文，磕多少个大头，那是修行的样子，修行的形式。佛法不重形式，重实质。实质是什么呢？改正我们错误的想法看法，改正我们的言语言论啊，我们的说法，改正我们身体造作的错误。这叫修行啊。这叫真干啊。所以一切经教，说老实话，都是佛光照现安稳道，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哪个法门不是佛光照现安稳道呢？门门都通达无上菩提，门门都通究竟涅槃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才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了。因此我们对于任何一个法门只可以赞叹，不但不能毁谤，不能批评，连怀疑都不可以。可是修行，也就是我们要走出利苦得乐的这个大道，只能在无量法门里面选一门。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，我们才能成功。真如同我们世法里面呢读书一样，你们念大学，大家知道啊，大学里面的科系很多啊，
几百个科系啊。你要是说每一个科系我统统都把它念完，你不可能。一个科系四年毕业，一百个科系就四百年，你没那么长的寿命啊。你念到死也念不完，你毕不了业。所以在大学里面求学只要念一个科系，你选择适合你自己兴趣的，你选择一个科系四年毕业，轻而易举。佛法一佛如是，无量法门你只学一门，说老实话，任何一门只要一门深入，都能够在短时期当中毕业。什么叫毕业呢？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就叫毕业。可是啊，我们选择的法门，这个科目我念得了念不了啊，选择太难了不行啊，念不下去啊，你就毕不了业。佛晓得末法时期众生的根性啊，所以给我们做了一个原则性的总指示，大集经上所讲，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相法时期即禅定成就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这是世尊给我们原则性的指导。我们生在末法时期，想想自己的根性，持戒修定真的是很难，想来想去还是遵守世尊的原则，我们选择净土啊，所以我们选择净土也是遵从世尊的教诲啊，不违背他的教诲啊。能不能成就一门深入，关键在此地，绝无改变。我们出家的同修不但自己要成就，还有一个使命，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。我们出家有这个责任，在家是辅助，责任没这么重，所以出家有这样重的一个使命。因此除了我们本修的这个课程之外，还要兼修其他一些经论，但是也要选择对我们自己本修的科目不妨碍，不但不妨碍还有帮助。而这些科目呢，可以能够接引一些众生，这就是自心化他。像我们现在在此地研究讨论呢《大方广佛华严》，这与我们本宗不违背。有古人说，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。所以古人的看法，八十卷华严经是大本，无量寿经是中本，阿弥陀经是小本。
文字分量虽然有多寡不同，里面的义理境界无二无别。所以这不违背本宗，对自己修学净土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一定是一门深入，自己要有根，要有本，然后才茁壮开花结果。走出这一个娑婆五浊卧室，走出一步，岂如西方极乐世界这等？何不为就盘查王？他是这个法门成就的，这个赞颂非常值得我们做参考，我们应当要汲取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